哎，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一提到 MC 中又瘦又高的生物，你最先会想到谁？本期故事也跟一个瘦长的生物有关，但它会不会是你认为的那个生物呢？好了，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麻烦咱们新粉老粉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，给视频长按点赞3秒钟的时间支持一下，谢谢了。由于新版本很多模组不支持，所以今天玩家选择了一个老版本。如往常一样，进游戏后玩家就撸树挖矿收集物资，并且还搞了一群小老弟跟着自己。走着走着，一大片的蜘蛛网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青青草原之上，为何会出现大量的蜘蛛网？玩家凑了过去，打算一探究竟。过来后，这有一个不深不浅的坑，下面可以隐约看到有水。玩家犹豫了片刻，跳了下去。他的小老弟们没有下来，因为他们害怕水。玩家穿过了一个走廊，这不像是自然生成的矿洞，更像是专门挖出来的。继续朝着里面走，玩家在这里面发现了亮光。走近后，这是一间屋子。此时玩家开始有点心里发毛了，这并不是自己搭建的小屋呀，而且自己家的模组也并没有生成建筑的。继续在这里探索，玩家发现了更多诡异的东西。这间羊毛屋内有4只苦力怕，他们一直在盯着墙上的壁画，这看起来让玩家很恐慌。紧接着他又打开了一扇门，映入眼帘的是3头牛牛，他们好像正注视着地上的这块头骨。虽然玩家很害怕，但是他还是想看看这里还有什么奇怪的现象。继续朝下走，他又来到了新的房间，打开后里面有一只粉色的佩奇正在转圈圈，而地板正中央有一根红石火把和很多不辣的。头顶天花板上有很多红石块，玩家没有过多的停留，赶快离开了这儿。又打开了一扇门，这是一个深坑，不过也可以隐约望到下面有水。玩家接着又跳了下来，走了没几步又是一个坑，这些坑下面都有水，似乎有东西在刻意引诱着玩家。现在这个地方像是自然生成的矿洞，但玩家刚走了没几步，游戏画面就发生了变化。接着周围传来了一声声的怪响，像是某种生物发出来的。玩家已经恐惧到了极点，前方高能预警，请屏幕前的大家赶快将公屏打在我超勇上，激活弹幕护体。玩家一时慌张的不知所措，他跑到了一处死路，再次转过头来，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身影。那是什么？通过放大画面大约判断出这个身影很纤细，这会是什么生物？是末影人吗？此时那种令人发毛的嘶吼声还在不断的传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玩家并不想招惹这个未知生物，他想趁着他不注意赶快逃离这儿。但他刚挖出来还没喘口气儿，接着那嘶吼声仿佛就在自己的身后传来。回头望去，果然那个身影就在自己身后。玩家开启了逃亡模式，他一跑三回头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直到最后一刻，玩家才看清楚了这个未知生物的样子。它是一只长得瘦高的僵尸。紧接着这个故事跟一个长相怪异的女巫有关。玩家小美正打算和自己的朋友小紫去探险 MC 中的 Badland Biome， 也就是恶地生物群系。玩家老玩家应该都知道，这种生物群系很稀有。为了节省路途中的时间，玩家二人选择骑马探险。但当他们进入到这片生物群系后，接二连三的奇怪现象便开始发生了。一座女巫的小屋突然出现在了玩家的视野中。这里怎么会有女巫的沼泽小屋？这不应该生成在沼泽吗？两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于是便打算进去看看。进来后，屋内有很多拉杆和按钮，还有很多红色的羊毛。难道这儿有红石装置？玩家打算去屋外看看，但是屋外什么也没有。两人随后又尝试按动这些按钮和拉杆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事发生。眼看着屋内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所以玩家二人打算离开这儿。可玩家刚出来回头的一瞬间，小屋上面赫然出现了一个女巫的身影，接着便瞬间消失。
由于小紫出来的晚，他并没有看到。玩家赶快将自己的所见告诉了朋友。那个身影虽然皮肤很像女巫，但是又和正常的女巫长得不一样。玩家也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，总之感觉很诡异。两人商量了一番后，还是打算离开这儿，因为玩家总感觉这里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。可当两人准备骑着马儿离开时，那个女巫再次出现。她扔下了药水瓶，将玩家二人的马螺旋送上了天。这个女巫的能力也太强了吧！玩家和小紫都很害怕，他们顾不得犹豫太多，立刻拔腿就跑。可跑了不到50步，那个长相怪异的女巫再次出现，接着她朝玩家们扔下了药水瓶，玩家和小紫都被送上了天。通过刚才的画面可以看出，这个女巫的面容似乎受到了破坏，已经毁容了。在天上飞了一会儿后，玩家和小紫便快速坠入到了地下，接着两人慢慢的窒息，双双把家还呢。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片丛林区域，玩家如往常一样打开了 MC， 开了一局单人生存。他出生在一片丛林区域，此时的他等待着屏幕前的粉丝们给视频长按点赞，可左等右等都没几个人点赞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丛林深处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，在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下，他想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这附近。为了更直观清晰地观察到整个环境，他爬到了丛林树顶。刚上来没多久，信息框便收到了一个陌生 ID 的警告，他警告玩家不要再往高处爬了。玩家顿感一丝恐慌，自己的地图还有别的玩家。转过头去，只见一个使用艾利克斯角色的玩家出现，玩家很不解，赶忙询问他是怎么进入到自己地图的。自己开的可是单机模式。只见这个艾利克斯云淡风轻地告诉玩家，是玩家的一个朋友送他进来。玩家内心寻思着，你搁这骗灰太狼呢，我这房间都没有对局域网开放，太扯了。此时艾利克斯又告诉玩家，你不用过于纠结我是怎么来的，我出现的目的就正如我的名字，我是来警告你不要再往高处爬。话音刚落，艾利克斯便直接跳了下去，在玩家的注视下他凭空消失了。学过物理的兄弟们都知道，物体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，但是在 MC 中，就在此时此刻的玩家眼前，这条定律似乎不再适用。玩家随后又在消息框发出了几条信息，但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玩家又在下方的丛林中寻找了好长时间，都没能发现任何喘气儿的生物，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艾利克斯让他不要往高处爬，但是往往人都喜欢反着来，越不让干什么我非要干什么。玩家一次次看着更高处的悬崖跃跃欲试，很快他便发现了一个很长的梯子，正巧可以从这儿上到前面的悬崖上。前方高能叫到了，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，激活弹幕护体。玩家没有听从艾利克斯的警告，他还是顺着梯子爬了上来。上来后只见一个洞口就在眼前，而里面则是用羊毛装饰的一个小坑洞，并且有一些壁画和火把。只见正前方有一个木桶，打开木桶后里面有一个名字为小丑的金块。玩家很疑惑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他拿走了这块金块后，随即他的身后便出现了一个外貌形态类似于威克斯的生物。还没等玩家仔细查看他便飞了出去。随后玩家眼前便出现了一个艾利克斯皮肤的玩家，手中拿着金块，随后便嗝屁了。这仿佛是一个跨时空的记忆画面，这无疑是向玩家告示着拿了这块金块的下场。此时玩家想赶快逃离这里，可他已经出不去了。